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宁美酒的 channel，我是马西翁。我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做工的这个 flow，我会教大家怎么样 connect switch，因为今天有电器要用 switch。之前呢，这个电器呢它是 connect with direct 电的，所以这个就没有这样理想了。所以我就帮这个 customer 加了 switch，等下我会教你们怎么样弄。Drop it。OK，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oven， 因为这个它就是用 direct 电嘛，它要一个 on off switch。如果关到 switch 的话，它的电一直有，等下你出门的话就很不方便。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拿出来，把 wire 剪掉，然后找到洞在哪里，要放这个壳了，懂吗？然后这里穿个洞， wire 过来，我们 on off。OK， 因为之前它是这样子的，它 wire 直接 connect 去那个 oven 那边，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剪掉了，找那个洞在哪里，这样子穿过来 ，wire 过去再回来了。OK， 等下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装的，可是你放地上，我们要找这个位置在哪里哦？这高度是在这里。主卧上面这样子过去，然后这个位置啦，漂亮。这个跟这个屏比较好看点哦。然后我们然后做马丁。OK， 浅浅就表一等下要钻过去嘛，所以我们拿那个机器，我们拿回这家钻洞机，然后换它的头，然后把它的握转去，没有震动的。我们要把这个锁上去了，锁的时候记得要这样子哦，两个螺丝不要这样子掉转哦，等下你 plug 就锁不到，一定要这样子的螺丝。准备好了，然后我们要穿花样，你要穿六条线，三条线进，然后开关，三条线出来 ，connect 去那个 oven。那个我们预一个整量尺呀。OK。现在我们有这个花样了，我们要把它分开来。一组花样是有三种颜色的，所以先把第一组花样做嘛，今天。为什么我们做 marking 呢？等下你穿了你就不懂哪一条了，把它绑在一起，头和尾绑在一起了，所以你拉过去你就知道了。所以现在我知道这个就是 A， 我把它叫成 A， 塞进去先。OK， 然后这个没有的话就是 B 啊，这个是没有的叫 B 的也把它塞进去。OK， 然后现在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plug， 然后首先把这个螺丝这里把它拆松它，给我跟你们讲解一下，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啊，这里是 line。这个写着 load 呢，就是讲你的那个 device 哦，叫你出电的地方哦。line 呢，就是讲那个电来的地方 ，incoming 就是 line。所以呢，它有也是一样哦，有 L 有 N， 像 L 是 life 咯，就是红色咯 ，N 就是 neutral 咯。它通常是这样子 parallel 的啦，所以这个是进来的 L， 这是进来的 N neutral， 出的 neutral 咯。然后两个那个氢线呢，就是在这里 connect 的咯。我们一直聊，所以我们就是有两组 wire 嘛，所以我们来的电 connect 这里，
楼出的电就是另外一组 wire 了，所以我们先 connection。首先把两个青色的一起 connect 啊，抹掉皮哈，绑在一起。楼这有点太长，你剪到差不多可以进入不了。我把 connect 去青色的地方，青色是下面锁紧。锁的时候也是要一样的，你确保它是没有出的，这样子就是稳的咯。OK， 现在我们要 connect 其他的了。刚才我是讲粘着这个头我是进来的电嘛，对不对？就是在上面咯。螺丝剩下两个没有的就在下面了，我们先 connect 咯。这是 incoming 电脑 ，incoming 这个，所以我们用 incoming 的电 ，incoming 的 neutral，incoming neutral 是在也是一样 ，neutral 是下面嘛，这里上面也是 neutral， 就是 line， 我们锁进去。incoming 电呢要确保它是真的是稳的，不然你弄下弄下松了就没有电了，也是很危险嘛，所以现在这个是稳的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incoming 的 line。这个电 plug 这里就弄好了啦，我们拿从那边拿过来，留回超过一点点位置，所以等下次你有需求坏了，你还可以弄啊。所以你留超过位置，转完线好，推下去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 fit 到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们锁螺丝。锁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哦。这样你差不多中间样，你才把它锁紧咯，不要一下子锁完一只一粒啊，你要锁一个差不多，然后你两个才慢慢 adjust 才锁紧咯。 OK， 然后我们把它的盖子盖回去，这个呢要记得什么牌子都好，它的 brand 是在下面的。确保这里是平的咯，平的没有问题咯。OK， 现在我们要 connect 这个了，这个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出来这里这样嘛。刚才有两组啊呀 ，OK， 这个是一组，这个是一组咯。OK， 这个东西是来电吗？来电是这三个咯，三个来电，然后这个就是去那个 oven 咯，就算简单罢了。先要关电先啊，你不关电能收到。OK， 我们要用这个 wire connector 来 connect 这个东西，比较好一点啊。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拆松哈，看到它的那个东那个 wire 可以进到就可以了，也不用拆得太松了，就这个位置了。OK， 我们已经 connect 好一边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来电，这个是粘好皮的来电 connect 去那边。然后现在剩下这三个就是去 oven 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放这个 connector。先把这个东西放一放，我们把 oven 过来。
OK 呢？红色可以最少分，红色分来。所谓黑色就是 neutral 是蓝色的，也是蓝色在电子那边。OK， 就是这样子把头发塞进去，我们试一下，我们 testing 一下看看。就是那 OK 啊，那再让我们慢慢学就可以。回家吗 ？OK， 不干。OK， 我刚刚开了电哦，所以我们 check 一 check 这个 plug。我们现在开这个 plug， 它应该有电了。看不清楚啊，有电了，开个 plug 有电，然后这里也是有灯了咯，很好咯，然后我们先关电，这里就没有电了咯，就是这样子啦。OK， 这就是 connect switch 的那个方法咯，所以 basically 就是三条线进来，三条线出去了啦，然后你每一个 switch 都是一样的 connect 方法咯。所以我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助到你们。如果你们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的朋友，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 然后按 share，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